国女团 TWICE 上个月推出新曲回归乐坛，各成员的造型也越来越性感。近日某某在 IG 辣晒美照，只见她以施法造型出镜，身穿黑色低胸吊带洋装，外搭牛仔外套，电眼直盯着镜头，其中一张还小露事业线，性感指数破表，让粉丝们看了激动直呼这个身材太绝了。金希澈把某某让给我吧，姐姐是要开始走性感路线了吗？前所未有的破格性感自拍引起粉丝们热议啊。